为着要预防老人失智失能，并且推动福利化社区的目标，溪里乡大拿社区执行广固小基金计划，依照社区长辈为对象，伫咧社区举办电子琴音乐课程。原本敢若有15个名额，不过长辈大家拢非常有兴趣来学习。每一摆上课，教室拢坐甲客满。长辈也表示讲，在社区学电子琴，互因的生活是过了非常快乐。每礼拜五，溪底乡大拿社区活动中心拢非常的热闹，真侪社区长辈来学电子琴。虽然老大人未晓看谱，但是凊彩字字咧都音乐出来。第二届，第二届哦，哎，今仔日好耍无？好耍，好耍哦，哎。啊，你晓弹哦？会啊，会晓。弹到无好啊！啊，好耍无？我讲专业啦。老师表示，虽然社区的长辈袂晓看谱，但是真有学习的精神。老师教一遍，因都拢照步学，愈学愈心熟。会晓啦！啊，你学偌久啊？三天啊。学三天啊？啊，好耍无？嗯。还不错啊，他们很可爱，也很认真学，对。他们虽然看不懂，但是用讲的他们都听得懂啦。对，他们很厉害。那像那个有一个最高哎、欸、阿嬷95岁那个阿嬷，她也很厉害。原本社区的电子琴课程只有15个名额，但是社区长辈大家少少来上课，连玻璃的嘛走来学。社区理事长决定增加上课的名额。我本来是按算差不多15个人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即摆吼，我这不甲20几个，我即摆嘛电子琴买个买啊咧，安尼。幸好大家先来，即较有兴趣。系啊，我唔知影讲会晓，大家有晓有兴趣安尼。我就听到说，哎、欸，他们这边很好，可以这样子来学，用免费的，最主要是免费的，蛮不错的。第一天，玩起来觉得好不好？蛮 OK 的，可能我们比较 OK 啦。啊，老人家就学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。上电子琴的课程对长辈动镜头啊，动头壳真有帮助，会当预防脑化失智。学了较有兴趣，还是讲较有成就的时，我感觉对因的手啦、脑啦各方面拢应该有真好的帮助安尼，才对这老伙啊。为了要提供社区长辈来练习。除了每礼拜五的课程以外，在每礼拜日暗时活动中心也有开放，让他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快乐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